神经病啊！他怎么上去的？那边有个楼梯。是黄金呢？哪边有个楼梯啊？没有，那个是这户的啦。哦。我原本以为是这一间八号的，但是没有。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主人。几岁的了？危险呢！他把它拴在那个水塔那里。可是这样子也很危险呐。这样子如果他绳子掉的话怎么办？我一直以为是这间的，然后直到刚刚你们打给我出门的时候，刚好看到那个男的刚好在鼓楼，那我就看他走这个楼梯下来，这边那个铁梯下来，然后进去。对，那就是应该是他养，搞不好这间的主人都不知道他在他屋顶有养狗。这一间，第二间。一脚晒死了，那下雨怎么办？更何况这种地方，你看，我人上去都吓死了，那狗那么小的狗，不知道掉下去就不是就死掉了吗？现在看那个狗是什么？应该是一只米克斯吧。对对对。应该是超两三个月，三个月到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他只有目前只有看见的只有那个水塔底下可以稍微避一下。对，然后你像他就是为什么被发现，他就是前几天的支架，可能是太热的，或者就是太热的关系吧，一直叫人家才会发现。不然我跟你讲，晒死在上面没有人会去知道。他也没在打扫，旁边很多排泄物呢。